就是 keep doing your thing， 就是继续做你自己，然后保持你怪的那一面，然后继续下去。那我觉得 freestyle 就是大家 free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吃。哎，大家，因为我也还刚开始接触这个 house 的音乐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不管什么音乐类型。 多听，然后多喜欢多一点音乐，找到多一点不一样自己，这是很重要。然后谢谢待到最后的大家，你们都是今天的支持者，耶！小巴老师，谢谢大家今天来支持。然后因为我评的主要是 house， 所以我针对 house 的部分讲，因为大部分人还会觉得 house 应该就会局限在脚上，可事实上可以不用，就是事实上就是很像 freestyle， 你可以玩身体的东西。然后我比较讲究律动跟 high hand， 就是你可以听 house， 我们大家讲 house 音乐，大家直觉都会想，就那个 high hand 那个地方是可以大家去玩那个音乐性，是我觉得大家比较会少掉的地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 也请我们的主办人好不好？为我们这个活动讲一下话，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我不太会讲话，不要讲太久。好，那个我讲快一点。不要刚跳过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今天来，我是真的很认真感谢你们，真的谢谢。 本来也想说，因为觉得好像活动很阳春这样，就是觉得好像也没有就是表演团体或什么的。我觉得，可是说真的，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觉得你们每一个上台跳的人，就是上来这边跳的人，你们都主教，对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谢谢你们，你们要知道这件事情。对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！好不好？再次给我们少爷一个热烈的掌声。 耶，好，这个我觉得他办这个 HouseHolic 这个 Holic 这个单字啊，有沉迷的意思啊。主持人在这边好不好？不要看聊天室嘛，奇怪的，莫名其妙的东西啊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动怒了，动怒了。好，就是希望大家对这个跳舞这件事情啊，能够沉迷，自然表达你的感动跟流露，然后非常的 free。 好的，对啊，你看，好，正式把热烈掌声给我们的导游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做颁奖的。